四川，妹妹请烟雾了没有啊？烟雾？啊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烟雾是谁请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捏了一个风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正以为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没得叫人送一辆烟雾来，原来是你说的呀。烟雾去管了，去上了两三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。啊、哦！哎呀，四川，你看，天色那么不好，好冷好热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怎么得了啊？大二爷，总是你如此苦衷啊！什么？可不能总是人家的啊！一年大，两年小。妹妹。